他们听起来都像是好人，美其名曰是来帮你成功的。以下这样的广告词你们听过吗？你想要财富自由吗？你想要进入更好的圈子吗？你想要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吗？你想要买豪车住豪宅吗？你想要周游世界？你想要明天就去公司把你的老板炒鱿鱼吗？想呀，那你还在等什么呢？快来加入我们吧！就现在，你把这个视频发给5个人，啊不，发给10个人，发给100个人，你离梦想只有一步之遥了。要不是哥我功力深厚，我差点就信了，好吗？骗子的境界大概有很多种，让你心甘情愿把钱送给他，还不断的给他介绍更多的人入坑。你身边有这样子的朋友吗？每天大概要发10条左右的朋友圈，我给你梳理一下，有卖保健品的，卖化妆品的，卖金融的，卖保险的，旅游的，美容的，还有什么遗漏的，你们留言提醒我。如果你还没有拉黑他们，或许你已经加入他们了，要不然你有个朋友已经加入他们了，这样我把你们都拉在一个群里好吗？我真的不想知道你们在卖什么，他们叫自己营销也好，直销也好，网络营销也好，新型销售也好，多层次销售也好，金字塔销售，我不管他们叫自己什么，他妈的，他们卖的就是一个资金盘，哥哥，那叫传销。朋友们，如果你没有听说过传销，或者你不知道它的危害的话，今天我要让你来看清楚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通常来说，传销都有2个共同点哈：一，你在正规的购物商场里是看不见它的产品，你唯一购买它的方式就是通过亲人朋友或者同事；二，他们总是在不断的招募新的合作伙伴加入他们，他们的广告词非常的吸引人啊，他们的伪装比我的视频精彩100倍、1000倍，这点我承认哈。他们卖的这些狗屁产品呢，总是5倍、10倍、20倍高于他们的实际价值，而所有因为销售产生的这些利润呢，都是用来填饱那些骗子头目的私囊的。这是一个金字塔销售的模式，朋友们、亲人们、粉丝们，我希望你们看清楚，在这个模式里面，只有金字塔上面的这些人是赚钱，中间的这些人只是搬运工，而下面的这些倒霉鬼们都是永远的输家。他们最终是会告诉你，其实你不是光通过销售产品来赚钱，你知道吗？你赚一点点钱，但不够你做任何事情的。你真正赚钱的方式是把人拉到你下面来做你的下线，也就是垫背的嘛。如果你的数学不是英语老师教的话，那你过来跟我一起算一算好不好？他们会告诉你，其实你的任务很简单，你只要介绍3个、4个或者5个人，对不对？然后这5个人每人再介绍5个人，这样一轮下来就是25个人，对不对？他们没有告诉你的是什么呢？你最多也只能做13人，这就已经超过这个地球的人口了。我不跟你们开玩笑，假如这个地球每一个人都想加入他们的话，那在14个轮次以内，他们已经找不到任何人了。我还真的蛮佩服这批人的，当年可以把 P2P 这么好的一个概念最后完成了传销，如今还是这批人，他们既然把区块链和加密货币也完成了传销。麻烦你们先搞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区块链和加密货币好不好？我在这里求求你们了，兄弟姐妹们，请你们做好自己的尽职调查，因为技术高超的骗子集团，他们总是把一个新型的技术或者概念在市场还没有完全消化之前，扭曲一小部分的事实和真相，掺杂一点点欺骗来混淆视听，利用人们的贪婪和无知，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骗局，为的只是你们口袋里的钱。当一部分人拿垃圾换走了我们的血汗钱，总有一天我们会醒来，看着这堆垃圾是换不回我们的血汗钱的，你们明白吗？兄弟姐妹们，互联网加金融，它做的是金融，对不对？互联网加旅游是做旅游的，互联网加饭店，它说到底也只是一家饭店。传销加保健品，它是做传销的。传销加 P2P， 它是做传销的。传销加区块链也好，传销加所谓的狗屁货币也好，它做的是传销，它做的不是区块链，不是加密货币，你们听明白了吗？最后我告诉你们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在我即将做完这个视频的时候，我忽然发觉啊，传销并没有那么的坏。假如你天生就是一个喜欢招聘销售人员，而且愿意每天花大把的时间去训练销售人员，当做你自己一生的事业去做的话，而且你可以适应这个高淘汰率、高周转期的工作性质的话，也许你真的是为传销而生啊。只是每1000个人里面大概会有1个人成功和999个受害者哈，我先把这个数据告诉你。
假如你真的有一个好的产品，有价值的产品，不需要什么会员费，不需要别人的资金投入，不需要假正经的出来给人画一个根本就吃不饱的饼，不需要利用普通人的贪婪和无知来谋取你自己的利益，那我在这里祝福你，你有本事不要找那些退休的阿姨叔叔，不要找那些生活有困难的家庭，不要挑拨人家夫妻之间的感情，还假惺惺的做好人，你靠这些东西来成为你自己所谓的人生赢家，我真的是为你感到很可耻而且很邪恶。于是呢，本期节目的最后，我为自己的合法传销生涯也写了一份广告词，大家看看可不可以。你想要财富自由吗？你想要混入更好的圈子吗？你想要买豪车买豪宅吗？不好意思，我这边什么都没有，你离梦想还很遥远。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视频转发出去，你可以转发给五个人，然后这五个人再转发给五个人，这样14轮以后，我们就可以让这个地球上所有的骗子都无地自容，我们可以转到他们只有不停的啪啪啪才可以生存为止，好不好？